汉族吗？对呀，汉族。但是你说什么方言啊？我们说的是，我们说的是彭浦话，彭浦话。我很帅，你怎么说？我很帅呀、啊。你说我很帅？你很帅。不是。他也是觉得你长得很好。啊，我很。你好帅，你好像。我说的好帅也是这样，好，好帅不得其他嘞。OK。对。但是汉族穿这个服装很少见。很少吗？只是安顺地区才有的。啊，安顺地区才有的。啊，你们是贵阳的？安顺的。安顺的。这是什么族啊？要开。要开。必须开的哦。必须开门。OK。来。你开多久了？那第一次都来吃啊，你看，都满了，哎呀，15块，随便吃啊。贵州哪里的？又是贵州贵阳的啊。一个店啊，叫打卡。打卡啊，这几十个菜哦。那就吃得了啊。哎呀，会几个菜啊？20多个菜。20多个菜哦。叫15块的自助餐，兄弟们，吃完去坐高铁啊。是一个自助餐。吃完坐高铁，我们去龙江春超，我来了，兄弟们去春超啊！我在贵州等你呀，等你和我相遇，等待如此美呀你。我在等，我在贵州等着你，我在等。全部家当。师傅，那个春超是不是每个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？对。3天比赛日。啊。你们尽管要门票吗？不要门票。直接进去。直接进去啊。啊 ，OK。3点钟就去抢位置，在体育馆。啊。提前。比赛几点钟开始呢？啊。比赛几点开始？比赛可能就是5、6点这样。那我提前几个小时要？肯定要提前1、2个小时，很正常那个。啊。你看他们那边上摆摊的，有人去摆摊了，那时候就应该人很多了。啊，那 OK， 谢谢啊，师傅。这个前镇一中站啊，牛扁羊扁，这个一般人还不敢体验啊。牛扁羊扁，想体验？想体验啊？呵呵呵，多少斤一份？多少斤斤呢？哦，炒一盘也可以，啊，一点点。酒店房间很紧张的，明天都没有住的，要重新找旅馆。先去今天住一晚上。春超牛扁店不敢体验，车也没有，共享单车也没有，两个包走路啊。羊扁店，少数民族比较多。都是牛扁汤啊，车江一村。终于找到了，这是宾馆一条街啊，兄弟们，啊，这里，哎，到处没房了，老板说了，明天要搭帐篷了，没得房睡。这里，201，这个房80块呀，那头还去了，去找明天要住的，这里房睡不了，一房难求，网吧都是爆满。香榕路这里，红玉，找到这一个，兄弟们，90啊，先冒险吗？先冒险。牛扁，现场做吗？现场炒的。牛扁呢？长什么样子的？哦，牛扁长什么样子的？是这样子的。嗯。看，哇，这牛扁啊！牛扁。我的个妈耶！牛扁，这是吃炒的。牛扁吃炒的。啊。牛逼啊，兄弟们，闻一下啊，闻一下。它是潮汕的。后天去你家，你不收钱？不收。对了。你确定不收我钱？确定不收。那后天我来吃，你一个人吃牛逼，我。好的。空调给你。那你不收我钱，你不亏了？对不对？那你们从免放开的。住你家不收钱？不收。就那里。
还过过那条路过对面那一个。你不收我钱？不收。免费？免费。这扁汤啊？这扁汤。都是清汤的，清汤的。都欢迎是吧？啊，欢迎的。啊，这荣家人好热情呐、啊。我们荣家真的是很热情的、啊，很热情啊。热情热情，就是太穷了啊。人质朴啊，民风质朴。啊，这是个瘪汤啊。瘪汤，这个瘪汤搞起来，等一下下锅烩的。要不要？我要不要这个？这瘪汤是吧？嗯。我尝一口吧。啊，特意去拿个杯子，我都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杯子多少钱了？啊，这太感谢，太感谢了。啊，瘪汤啊，瘪汤，一点点一点点，好，好，好，够够够够，过来，过来，兄弟们，这是老乡他们送给我的，这牛瘪羊瘪，这是牛瘪，牛瘪汤啊。哎，有药草的香味耶。什么药材香味啊？啊，中药材啊。啊。大宝的那个。这个牛瘪是那个牛肚子里吃的没有消化的，是吧，老板？哎，这是牛肚子没有消化的倒出来那个水是吧？这是牛肚子那个吃的那个没消化的那个草嘛，它过滤的。过滤的啊。不消化的。这中草药可以做食疗。牛瘪汤啊，兄弟们，美味啊，兄弟们，真的。你们不要怕啊！你看，有中药材的味道，很香。你看呢，闻起来很吓人。其实你看，喝几口，你看大口喝。哎呀，看喝完了。哎呀。哎。相当的奥利给，牛瘪汤。哎。这牛肚子里没有消化的汁，把它过滤。喝完了，奥利给，很猛。这个大哥邀请我去他家吃饭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在这不多不好意思啊？没事的，就在那里没点，大概一里多路吧。啊，你是本地的是吧？西瓜，走，哎。去当地大哥家吃牛瘪汤，吃饭，兄弟们，住民族吗？是啊。那你给我说个方言，我好帅，你方言说。你好帅、啊。方言。你要给我。来个西瓜。多少钱一斤嘛？快嘛。好，来称称称称。不会叫你贵的。好称。13.9。再装梨子。好。心意，我心意，我心意，这个心意，我今天湖北过来的，第一次过来。湖北的哥。哎。去胖哥家吃饭了，兄弟们，当地的牛瘪汤，就不吃辣了是吧？我要换个口味嘛。哦，每次买都是买那个。好、啊，但是他家的也差不多吧。啊，到南宁了啊！哇，这个桥很高哎。这个桥，这个江。高速的。嗯，高速。没事，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，他不会咬我吧？没有。快。不打不打不打！哎，小黄，小黄，乖，没事，我不怕狗，不怕狗，我喜欢它的，没事，别你不用拉，不用拉，就我就喜欢，我喜欢狗狗的，乖乖乖乖乖乖，来，哎，乖乖，没事，我喜欢狗狗的，来，乖乖，来，过来，嘿嘿嘿，哎。来，乖乖，屁股。家吃饭，搞点饮料去啊。老人家在，啊。听说这个东鹏啊这些。他们喝东鹏吗？喝。花生奶。东鹏拿一瓶。啊。这个汽水拿一瓶。啊，这汽水是吧？啊，对。啤酒，给我拿四瓶。拿四瓶是吧？好。好嘞。好。27是吧？对了，好，27啊。嗯、没事，喝。吃的那么多，喝。那么客气啊。那玩一下，来，小黄。来，小黄，哎，把它放开吧。没事，我喜欢它，放开来，放开。放开了就跑上去了。小黄。啊，这个，打扰了啊，打扰了。
没事。哎，老三、老大，两个姑娘。三个，那是我三个的。嗯，三个，老大。是老大，老二。老二，老三。三啊，这姑妈。嗯。啊，这是当兵。哦。这是叔叔。有牛瘪了，因为我们贵州到那边太多了，现在他们吃、嗯、好吃了，是不是？这牛瘪汤啊。嗯，客厅，这是什么姜啊，潘哥？啊，这是什么姜？这个就是这里什么姜是吧？啊，平庸姜嘛。平什么姜？平庸姜哦。后来的，看这个风景是相当不错的啊，相当不错的。薄荷叶子啊、哦。这是薄荷。薄荷。啊，这是鱼料。这个还是那个。薄荷。嗯，鱼料啊，那个呢？那个是什么菜？这就是刚才下那个，就是下那个，就是这个就是菜，就是小菜了。啊、哦，新菜。哦，好，下牛瘪啊！太热情了，切西瓜我吃，哎、谢谢潘哥啊。没有吃啊，都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不外面养的，是吧？大家都、啊、谢谢。啊、哦，麻烦了，就人们太热情了。嗯。腌鱼啊！啊，腌鱼。你别等多了，我吃完呀。啊？我吃完呀。吃完了。这看到大姐，你们是当地来贵客了才拿出来招待吧？是不是？腌鱼。腌鱼。腌鱼。哦，对，大姐太热情了，把招待贵客的鱼拿出来了，兄弟们，有口福了，今天有口福了。嗯。算是这样吧。这不到贵客，一般我看不到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看到大姐太客气了、嗯、啊。嗯你看，这是家的味道，这啊，就这样剁了一块啊，大姐啊，啊，这腌鱼啊，辛苦了，大姐啊，够了。哦，这个牛瘪，熟油子啊，嗯，放进熟油子，哦，这是花椒，这不是花椒啊，熟油子，啊，这香料是吧？嗯，它是蓝莓，哦，这搞碎，啊，搞碎一点，它这个啥子东西？那人好。这人好，没有好、嗯、有这个民宿嘛，看看谁没地方住啊，都变热了哦。他、啊、这个暗语他也不是。我就随便了、哎、兄弟啊。啊，随便。坐享随俗了。已经很不错了，我来试一下这个鱼啊。嗯，试一下嘛。这是招待贵客的，我听说。这个基本上都是这样的，一般都没拿出来吃的。酸的。嗯，酸的。嗯，做辣椒面。看，今天要翻过来。这个腌了一年了啊，这个一年了，一年的这腌鱼啊，啊，你看这个酸酸的，嗯，很有嚼劲，这就得嚼，那这个腌鱼啊，看到没？可以，我吃得惯，吃惯了，嗯，喜欢稍微吃辣的那种，就胃口就可以了，开胃嘛，那种嘛。嗯，哎，牛瘪啊！没倒点呢。牛瘪啊，收牛瘪。哦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牛瘪。是吗？你看这个。刚开始我不敢吃的，大姐。这样的。嗯。辣多啊？有辣的有。更有。到时候会搞那个。搞那个麻辣的这个牛瘪，那种牛瘪，这个就清汤牛瘪。大姐，敬你一杯，敬你一杯啊！打扰了啊！大姐，敬你一杯，辛苦了，大哥。谢谢。好，敬你啊，辛苦啊，好，干。啊，美味，兄弟们。这个辣的很到位啊，辣的很到位啊。嗯，该待客的拿出来给我吃了啊！不客气了，兄弟们，待客的给我们吃了。这大姐待客的，你们喜欢不喜欢吃？这个是鱼哦。啊，是腌鱼。腌鱼啊、哦。啊、嗯。这是贵州的腌鱼。贵州的腌鱼。这用你们水族话怎么说啊，姐？水族话怎么说？水族话。猫红。猫红。猛魂，猛魂，这鱼皮很硬。这平常的辣是吧？你是用这个辣椒面吗？啊、
辣椒面和那个花椒和那个盐巴。这为什么它会发酸呢？腌来的。你放个腌久了它就酸了。料糟是不是？没有料。料糟是那个糯米饭。啊，糯米饭。放了点糯米饭。和那个。所以就会有酸味。和那个辣椒面。嗯。这个鲤鱼啊，嗯，可以，酸酸的，待客才拿出来的，一年，什么嫁女儿啊，结婚呐、啊，那种会发，是吧？基本上都是有客人来了，对，都拿出来招待，那保当客人呐。平常很少吃的，那肯定的。那姐，哥，你喝啊，就是对不起，谢谢，哎，哥很热情了，喝不了酒。我喝了四罐了，姐一共开一罐。姐，你喝了几罐？我一罐。那我喝了五罐了。你这五罐呢？来的我们家乡米酒上了啊，真的忘记了。那个后劲很大的。可以。哎，走了，别了。大哥开小车接我送我回去。来嘞。姐，我走了。哎，妈妈。走了。大哥开小车送我回去啊。真的是春超的足球场地体育馆啊，哥送我回来，来一方哥，哎，大家好，好，谢谢，热闹，你们这是少数民族吗？什么族？侗族啊，这是个什么口号？你吹一下，这个不会响啊。不够响，来这一个，这个，支持陈超，好，加油，啊，我忘记了。陈超，我来了。